如果有一天你喜欢我，不希望是这个原因，我希望你是真的喜欢我。死男人，收拾得够空的，走了就一辈子都别回来。坚持一下，撑住，救护车马上就到了。发生一起车祸，这里是湖滨路。你的后腰上怎么也有一道疤？小时候皮，爬树上摔的。又骗我！按照集贤会规矩，你扛过了我们三次连续出手，你和那个女人的生死契约在我们这儿就作废了。秦墨瑶，你小子行啊，你这还是头一份的。去回你家。我不回去。你喝多了，别闹，我们先回家，有什么明天再说啊。秦墨瑶，你骗人，你亲了人就跑，现在还要赶我走。我没有骗你，我也没有丢下你不管，我只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。是吗？那这个呢？这个疤怎么来的？这里。你知道了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之前你说过，池杉是救你的人。我跟自己说过，如果有一天你喜欢我，不希望是这个原因。我希望你是真的喜欢我。